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兔子阿比。这边简单说明一下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之前玩床战的记录。那兔子我其实真的蛮少玩床战的，不过这一场很幸运的跟凶巴巴巧克力大大同一队。究竟雷雷兔子和凶巴巴巧克力可否获得胜利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有吧。我们是哪一个啊？Blue。第二个。后来选到青色，有没有？瞎了瞎了这样。Blue。Ready。Blue。OK。都是哦，荷花，几月开？哦，我没有玩过，这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没问题。真的。现在有五个队伍，我们要打四队。害怕怕。可以的，先往后退，先收集资源，好不好？好。资源。认不得路啊！认不得路啊！你等下四个黄金就拿去盖那个木头用床，好不好？好，用木头，直接第一层就用木头吗？对，第一层用木头。好。看看哦，我们旁边是红队，红队是谁？红队是喵哈跟哈记，会玩的哦，我们会跟他们抢哦。So ka。对，你床要先盖好哦。好。我们会遇到他们哦，直接要跟他们打架喽。怕怕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要抢钻石。那时候你可以帮我换一些那个石剑，放在那个木质的宝箱里。好。对。哇，他们已经盖了。外层的话，用那个中介的石头。好，中介石。武器我自己换。哦，好。哎，你把铁都拿去吸走了。那我放进来。好，你把铁都放箱子。OK。我换一些实践哦，你在箱子里可以拿个，我们已经又跟他们打架了，可是他们的地方有点麻烦，超凶。我们没有那个，也没有办法。打几排？哦，超凶的。我们要有稿子才有办法。我们先要有稿子才可以挖吗？对，先等一下。那时候。等第二轮，等钻石，这样我们就有恰恰。有了，你武器拿好了吗？拿了一支。一件。对。因为我在等那个。一支就够了，还有只拿一支。对，我在等那个足够的铁让我换中介石。什么？那都没铁了。好。20，要20个铁才有。阿比，你就把那些物资全部都用完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冲，好不好？啊，冲去哪？问号。你没有，这没有办法，一定要先打他们。好，因为我们要抢钻石。你好了吗？嘿，都盖好了是不是？还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包更多，可是铁不够。没有，资源就放箱子，资源全部都放箱子，拿好武器跟我走。好，拿好武器跟我走。最后这里要跳一下哦，我再多帮你多垫一点。OK。怕自己跌死，这边要稍微大跳哦。怕。你先冲。我吗？对。跳走，用跳走。哦。来砍哈基。下去，有一个下去。漂亮。可以。过。他们复活，你打一下哦。打掉床了。哇，这么快。对，我追哈基，喵哈交给你。哇，他们都往同一个方向跑。喂。我怕我这边跳不过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可以了，人呢？喵哈在我后面，他们要来挖床了吗？对，那没有，他们跑到我们家上面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啊！我摔死了！我打，这一轮打了，他接到一圈，他接要干嘛？啊，你吸家里的资源，我去追他自己。好，怕。喂，还偷钻石？他就把钻子给扔光光了，坏人！他就是不要给你拿到。对啊，没关系，资源都是我们的了。那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就在旁边。他有留黄金给我，不错。家里的黄金你不要动哦，我们的黄金先留着。好。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来这边拿那个钻石。哦，你说隔壁那个吗？对。好、哦。现在这里有一颗，晚一年可以再来。我先盖到这边去。现在剩下4个队伍，
超级凶。不会，没有那种，这真的没有办法、啊，真的没有办法。对啦，对啊，有了那个钻石装哦，绿队的。哇。对的，团团跟影月，这样有点凶哦。我盖到中间有可能，哇，遇到，喂，哇，绿宝石都被他们控制了，喂，打不过，嘿，不可能打得过啊，我没有装备啊，喂，他没有过来，至少我拿了两颗绿宝石，钻石我拿了，好，我可能先做黄金的衣服吧，不然的话。钻石装啊，不是啊，铁装啊，我在说什么？不然打过啊，他们已经凶巴巴了。哎呦，应该有不少人是很会玩的了吧？对啊。对啊。为什么这样跟你说？对啊，应该就是对啊，我不会玩啊，大家都会玩。太夸张了，绿的两个人都是钻石装了。哇。他们刚。时间太多了，他们抢中间，而且他们，你是在追着绿队跑吗？对，对，应该只有我不会玩。还要啊，放杜鱼，还有需要换什么东西吗？不要放杜鱼，那我也放杜鱼。音乐，有我干掉他，我干掉他，我怕的是，哇，它里面有木，打得掉吗？打掉。绿队的床，你是故意掉下去吗？没关系，要去灭绿队了吗？绿队已经没办法复活了。对啊，所以你要去灭人家了吗？转半天，而且我刚刚只拿十件而已。啊、哦，很赚。哎呦，阿比加油啊！嘿，你来拿一下那个钻石收回去。好。对啊，家里很多物资吧？嗯，物资就放在箱子，我等一下收一下。你可以让自己有那个啊，防。会，刚刚掉下去了。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去打那个绿队。好哦。啊，家里有人来，你要说一下哦。好，有人来我一定会大叫，吓个半死。哦，阿比现在对话就是好。好，还不知道可以干嘛。绿队都守在家里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收集一下资源就过去打他。对，我在收集，看有没有办法收集一波绿宝石。嗯，你说，真的就来拿十件而已啊。我应该先换那个吗？装吗？要先换我的装备可以有啊。不恋战，会先抢好绿宝石。比较重要，这样我回去我就有钻石装了。其实因为我们有两队的物资啦，所以其实还好。隔壁的。嗯，你钻石拿了就是去那个啊，升级我们的防具。好，防具。要四颗，现在要四颗。哦，现在只有三颗。有吗？现在只有三颗，我再去看一次。哦，我刚刚有拿，来钻石装、铁剑，走。阿比，我们等一下要冲喽。哎、欸，好，我再去看一下钻石。阿比，我们要冲喽。真的是每一次我走一次就怕一次啊。那你就可以垫好啊。我想要铺好，我真的怕我哪一天对。好、啊，摔死！阿皮，我在这边等你哦，你都赶快来哦。哎、欸，要先你升级好防御，你不是要升级防御吗？对啊，你升级好就过来啊。好了，哎、欸，绿队已经灭了、欸。嗯。哎、欸，那你要？那你找谁？你其实也可以到外面拿绿宝石啦。绿宝石、哦，绿宝石在中间吗？嗯，我是有点想要打黄队，又想要有点把他们留到最后，因为是小雨。对啊，哎呀，绿宝石在中间啊，中间可以去啊，不用担心。了，没有绿宝石的。有，四处掉，四处掉。
哟，有一颗。会不会绕一绕看到人吓个半死？先去打，把白队给灭了好了。黄队一直在收集钻石的资源，其实还好。哦，吓死我了！黄队有点想要作死哎、欸，我要去灭他们家喽。因为他还一个人出去外面啊，他家里就只剩一个人了，家里只剩蜘蛛了。我先自己家去了。黄队的家要爆了，已经要挖。挖掉了，好迅速哦！蜘蛛派，天哪！不是啊，这我也没有办法、啊，他自己要出去的，你不能怪我啊！我也千百个不愿意啊！等一下他们就是说巧克力不可以有队友，基本上你跟我同一队就已经等于没队友了。有家里至少有保护。嗯，小雨在外面，小雨哦，我放着小雨好了、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去打那个、哦，刚刚哦，他就把桥给炸了。刚刚不要做傻事，刚刚不要。哎，感觉有人有想要过来的 feel 哎。黄队是谁啊？黄队是小雨啊。人在走过来的感觉、欸，没有，他在 我这里。那那是谁？白队吗？我拿四颗绿宝石去用那个 Ender Pearl 过去好了。用那个珍珠吗？对啊，小雨在偷我绿宝石，我追定他了。三七七耶！你在追？啊，原来那个就是原来那就是小雨啊！刚刚就是看到小雨。哎、欸，他还来不及把那个绿宝石给丢掉。对，天哪，剩下白队，我们的胜利了。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好啊。你有绿宝石吗？哎、欸，我放到箱子里了，只有两个。有够够够。要带什么？看你要弄什么。嗯。黄金很多啊。你装备换成那个、啊、黄金装好不好？好，用黄金的，对。金。来哦，来哦，我换剑啊！一人一颗金苹果，还有一颗中介珍珠，这样 OK 吗？好。好。那准备好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那比好了吗？好，可是我其实没有带什么其他的，我没有换其他的东西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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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人有在，就是一个战力，好不好？很强。居然。中介珍珠有拿哈？有。金苹果有拿？有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是先吃金苹果。再打。对。你来我这个位置。对不起，走路有点慢。就我现在站着这个位置，然后滑鼠的地方啊。瞄到他们家屋顶在上面一点点，然后用跳的扔出去就可以，懂我意思吗？你说珍珠吗？中介珍珠，对对对对对。屋顶上面一点，我跟你讲，屋顶哦，还要再上面一点哦。我觉得我会摔死。左右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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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吃金苹果，知道吗？他们在射箭了。对，阿碧，走喽，扔哦。喂 ，OK。哦。哎，这是哪里？啊，我掉下来了 ，no！ 扔得不够高、啊，阿米。我好像没有跳。哇，天哪、啊！没有没有，我也扔太矮了。应该再瞄高一点。啊！好，说你等我一波，你收集家里资源。好。嗯，我们等一下盖一个墙，然后上去。我们也不是故意想要拖台前啊，我们也很想要终结他们啊。手滑了，还说得很专业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往上，哎、欸，这个羊角，哎、欸，然后就滑去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意外。你换一些羊毛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自己把自己垫高高。好。
对，变个七八格，这已经够了吧？嗯，七八格带过去应该可以了吧？嗯，不好意思，太久没玩了。嗯，资源都耗掉了。哎呦！再等我一次哦，等一下哦。武器你有拿了哈？嗯。金苹果我有放一颗 ，Ender Core 也放一颗。好。哦，电的方块啊。歪了。按错了。要电好，要电好。嗯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，阿比，这一波一定没问题了。为什么刚刚还自己掉下去了？刚刚断线，有没有？他掉下去，他掉到后面。阿比，来哦。等我一下哦。好。等你。脚短，脚短。疯狂的断线之中。为什么？尽量扔高啊！我们有金苹果在，真的可以尽量扔高。真的吗？我好怕，就是扔过会有扔过头的情形吗？不太会，不太会。这样哦。嗯、来来，先吃个金苹果，然后站上去，嗯，然后再垫高几格。哎、欸，有这一定可以了，阿比走，一定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哦，哦，到了，到了。对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哎呦！哎，再送你们一颗。嗯，啊，他们人呢？哎，哎，没错，死掉了吗？哇哦！八七，居然再上去，对，对呀。天灯帽怎么这么矮？少华、啊，看到了，那个看到了，我撞到。我还跟阿比说，就是那个哎、欸，那个选择屋顶往上，他跟我讲得很清楚，一定没有问题。阿比成功进入，你就下去了，你就下去了，一定有问题啊。